他们就已经有交手过了，而且互有胜负。那他最著名的就是在中原台哦，这个爆发力的反拉角度非常的大，弱点也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精准，1-0领先。一开始两个人都出现了，1-4是非常的细腻啊！哇，这球！哇，这个球！哇，好球！哎，这一个！7是打到了3-3，现在是第七局这样一个状况。来俄罗斯的萨姆索诺赛末点的机会，好球！哇，看到分割小画面，哇，细扎里会皮尔森，哇，从1-3落后连杆三局，哇，给他砍掉一马死起来，哇，皮尔森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精彩，对上希腊可林卡的这一场比赛。来，中国的马林对上希腊的可林卡，这场好，好球，一个抢攻啊，然后再一板，一二，不是浪得虚名啊，哇，又。打到这个侧面，所以并不喜欢在这个头上啊戴一个这个类似啊，这也是他比赛一个习惯。哇，这个马林有点质疑，说是不是有插网了？啊，看，好球！哇，两个人会抽。哇，这个马林8-4领先了。哇，马林8-4领先了。看他的发球。哇，马林，哇，好球！哦，又是一个，哇，完全不给对方机会啊，5-5，那连下两城，那在第三局一开始也取得1-0领先了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哦，原本处于劣势的，哦，球都快要掉到地上了，马林还是把他救回来，然后。非常好，一个正球的直线抽球，打在边边角角，可林卡，哇，找不到可以反击的机会，哇，好球！哇，来对付马林。8-2的，胡乱的章法，就不用怕了，就不用怕了。
哇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办法把他回击过来。哇，你叫 Kreanga 该怎么办呢？第四局想想看，还有我马林是毫不留情啊，11-5，11-5，11-3，3-0领先。嚯、哦，好球！过来。哇，好球！一个反手杀球得分，3-1。哦，昆卡要延续这个气势啊！哇，不然前三局很起得怕，也不过来帕金娜很困。哇，这个时候昆卡要加油。这一局给拿下来，绝对是一个杀球得分。哇，好球！啊！哇，好球！哇，两边杀球。笑笑的，10-7。好的，维卡一个正手的挂网，也已经慢慢进入状况了。那接下来的比赛，他的对手啊，这个水准会越来越高。